第十题，在碗面外盒上印有泡面的成分，右图是包装袋上部分的成分标示。从泡面所标示的内容，关于面的成分，下列叙述何者错误？我们看到维他命 E 上面已经写的是天然的抗氧化剂，所以它是抗氧化剂，没有问题。选项 B 是正确的，它要抗氧化，就是要在这个氧化还原中反应中发挥它的抵抗的作用，那么它要不让别人去氧化，所以它应该是还原剂，而它参与了氧化还原反应，所以选项 C 跟选项 D 是对的。而我们看到它的成分里面，除了氯化钠之外，还有碳酸钠、偏磷酸钠、多磷酸钠，所以它的钠的来源除了来自于精盐氯化钠之外，还可以来自碳酸钠、偏磷酸钠跟多磷酸钠，所以选项 A 是错的。因此第十题问我们说，关于面的成分，下列叙述何者错误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钠的来源完全来自精盐氯化钠。